今天我们有幸搭载刚刚在巴黎赛场上取得辉煌成就的中国游泳队凯旋归来。中国的游泳健儿们怀揣着为国征战、实现梦想的坚定信念，以实力彰显精神，以成绩展现风采，奏响了中华民族的奥运最强音。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向奥运健儿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热烈的欢送，祝愿中国游泳队能够再创佳绩，为国争光。谢谢。